男生的眼睛可以直接把女生的衣服扒光。你手要动，你手多么严重？感觉要往前走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香香。有一句话说呢，噔噔噔噔噔噔。看得出来这是什么意思吗？等一下呢，我就是会找五个男生，给他们一刀，就一刀的机会，然后看他们会怎样从我这件衣服下手，怎么剪都可以。在还没剪之前，我先问问看你，你有觉得他们等下会主攻哪里？应该胸吧。我的坏点就是胸啊，男生就是胸啊，然后屁股啊，腿啊。可是这个今天是短的，所以腿没有什么好剪。会不会直接他就直接从裙子这边一刀下去？怎样？是妇产科医生要剪下面是不是啊？对啊，我们没有，还是以那个剪衣服为主，而不是要开三指。那等一下还其实还有一个小规则。什么规则？你知道其实如果男生在看妹的时候跟女生对到眼，男生是会害羞，对害羞，他会装死哦。所以眼睛其实是男生很害怕的啊，怕害怕眼神交流。对，我们会害怕眼神交流，所以等一下我们会把你的眼睛蒙起来。把眼睛蒙起来。对，所以你会完全不知道他们到底怎么剪。靠 ，OK， 好，好，好，那我们现在马上开始请这些五个男生进来。好的。好，那我们现在香菱已经戴上眼罩决定位了。那我们其实，在你的左边已经站着一位兴奋的男生。你手先不要乱摸。哦，好。因为他现在是站着，你是坐着，刚刚那个手的位置是。哦，好险，你算是避暑的。如果你直接推过去的话，好，那会不得了。好，那我们这位男生有需要自我介绍吗？想要让大家知道你是谁吗？哦，不要是吗？不要是吗？我想剪背后。你想剪背后？所以我要站起来。我喜欢看女生的背后。你喜欢看女生的背？先剪一剪，然后再放进去。等我一下，我有点紧张，第一次这样子。会很紧张哎呦！现在都还是卡的阶段。对，我还没有进去，就是我还没有接受。请你注意你的言辞。抱歉。你看，如果录影结束之后，他越想越不对的话，不排除提高。对，不排除提高。不要不排除提高。那就这样子好了。好。哇塞，这样子是可以的吧？这样应该还行。但因为你没有全露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换第二位，他今天想要剪哪里？剪腰吧，我觉得腰不错，剪喽。好，手注意，你手帮我往后一点，怕碰到你的手。好，我不怕你碰到他的手，但你手要注意。哦哟，这样就好，这样就好。有要露，他很利落哎，这样就好。对，他很快。OK， 好。OK， 我们换下一位。好，第三位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换第三位。我跟你讲，第三位是一个年轻的女生，真的，刚十八岁。刚十八岁，帅吗？还行，可爱型的。大吗？大。大。好，那可以认识一下。你像你的择偶条件很简单，就大，就大，对啊，那真的很适合我。肩膀好像不错。哦，好，就有一点锁骨那种感觉。那我们想说要，好，我想一下哦。哇，好难，心里有压力啊。他讲说，下次这个计划如果走到十五岁来了，他们这次可以乱剪。对啊，真的耶。我真的没有剪到什么東西，还拿他们没皮条的。真的。他剪掉吗？剪掉吗？我怕剪到头发。哇，不是剪得很丑。还行，但可以更好。可以更好，因为感觉你最关键那个没有露出来啊，有点可惜了。可惜啊，没关系。好，来，那我们就换下一位。好，现在我们要进行到第四位了。第四位是我们的导演。导演都很多想法哎。我他延伸。我只能说这刀还得是他来剪。这样，因为他辈分最高。因为他可以剪的会比较艺术。哦，走一个艺术的路线，我怎么觉得他剪的范围好像有点大？哇，看来好像是完成。他有点东西，有点东西，真的有点东西。好，谢谢。接下来第五位是我们的摄影师，摄影师好，好，文健，
底下要开个高叉。哦，好。你手不要抖，你手抖的严重。就第一次有这样子的体验。这样嘞。OK。好，就这样。旗袍的概念。对对对，有点旗袍的概念。好，那我们换下一位。哎，不是只有五位吗？又加吗？没有位。一直没有人剪出那个最关键的地方。哦，懂懂懂懂懂。接下来第六位。那我们这位同仁，他其实前阵子刚失恋。哦，真的假的？对，所以他其实今天特别安排他，是因为算是一个小弥补啦，给他一点工作福利。你们也太有同事爱了吧？对对对，但是对你有点残忍，因为我不知道他等一下下手会多重。好好好。大家都把最宝贵的留给我哎。应该是故意留给你的。好失礼了。好好。好失礼了，等一下。那你手要小心哦。好，我不会碰到。因为我们是有录影存证。没错。哎呦。哎，他的喘气声很大。你超像变态的，你知道吗？一边剪一边在说，我是在做善事，我是在做善事。好 ，OK， 那我们全部都剪完了。哦，真的剪完了。对，那我下面今天就做。现在最期待的是哪边？就是他剪完之后，你可能会觉得说，哎，这样应该是有设计感。性感就这边吧，因为刚刚他在剪的时候，你们一直说哦，他是艺术家。对，他其实补强了前面那一个蛮大一部分。哦，对，所以会蛮好奇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可以请你把眼罩拿下来。好。噔噔噔噔 噔，我觉得有你想象中夸张吗？这个剪的蛮好看的。这一块剪的蛮好看。对啊，这一块剪蛮好看，因为有些女生的衣服就是这样。哦。我觉得还可以啦，这个走在东区路上应该也不会奇怪。对，感觉里面的那个可以当夜店战袍，可以当夜店战袍。对啊，对啊。但这一套才299而已，我们今天节目做完之后，我们算你399就好了。算不是、啊，可以直接送粉丝啊，抽奖送的。哦，直接原味的。对啊，而且还有就是各大设计师亲自剪裁，我觉得这高叉剪蛮好的，就是很利落，而且剪得很直。就感觉好像其实可以再上来一点。再上来一点吗？就这边。我还以为他们会等一到时间到哦、oh, ，他等于说他们就算没有了眼神交流，还是很客气啦。然后面用密录啊，用什么？用密录。密录是什么？有两台摄影机在那边，会有点哦，就是密录。他们会不会觉得是仙人跳？就说怎么可能会有，就是还一直在找镜头，哎、欸，真的找不到，我该不会真的要被告了吧？那你个人觉得哪一个是你最喜欢？其实就是下面这一块。你说这一块吗？露南半球这种感觉会很。哦、oh, ，对，因为平常南半球不是说看就能看到的，对对 对，因为大家就是就算穿性感都是露北半球，而且其实露北半球大部分人都有，对，还得是你这种等级的露南半球才有那个料。哦、oh, ，原来如此，那大家最喜欢今天设计师剪的那个部位，那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。